一生我没有怨恨过人，这真的。毁谤我的人，障碍我的人，陷害我的人，我都感恩。我每天讲经拜佛都回向给他们，我供他们的牌位，希望这一生没有对不起的人，没有怨恨的人。老师常常提醒我，你们到我这里来学佛法，是跪在地上求我传给你们啊，是跪着来求的。他说将来你们成就了，你们去传法，是要你们给别人跪着，把佛法捧着送给人家，人家还未必要你的。这话都是真的。所以说许许多多耻辱羞辱的事情就太多太多，你要能承受得了，你承受不了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护持正法了，你也没有办法护持自己。所以这么多年来天天都在考验呢。这些考验的人，我们从内心里面感激，为什么呢？成就了我，忍辱里头有智慧，忍辱里头有德行，忍辱里头有福报。现在这个时代度众生不容易啊，做好人太难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在这个世间随时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，要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呢，绝不退愿心，舍生命无所谓，舍了我又来了，我换个身体再来。大多数的文明300年500年就没有了，那么中国这个文明是最久的，到现在5000年。如果这个文明要灭亡，这不但是我们民族的不幸，是全人类的不幸。所以我们现在想到要办汉学院，要培养一批年轻人启程传统文化，这个重要，不能让它断掉，再慢慢把它复兴起来。所以我们这一代人，包括下一代，不能怕苦，不能怕难，再苦再难也要撑下去，尽心尽力把这桩事情做好，我们这一生对得起祖宗，对得起父母，对得起国家民族，对得起整个人类，舍弃生命也在所不惜，我们就会干这桩事情。今天佛法要兴，我们这一代人责任特别重，我们是生在关键的时代，我们不能复兴，佛教就灭亡，永远不可能再复兴。我们把它兴起来，佛法就能继续传世，这是无量功德。从哪里做起？从持戒做起，决定不能疏忽戒律，不能贪图享受世界，自私自利，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，七情五欲要彻底放下。我们每个宗教的教主当年创教的时候，有那么多人相信，有那么多人追随，延续到今天，这是什么原因？那些教主全是教学，没有一个不讲经说法的，
都是教育起家了，那今天为什么衰了？今天我教育丢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希望全世界的宗教都回归教育，来弥补现在这个社会教育的缺陷。因为现在教育没有伦理，没有道德，没有因果，我们呢，宗教教育把这三个补上，这个我们对社会就有很久有贡献了。我们现前所处的环境，用四个字来形容，就是巨恶其苦。这是佛在3000年前就预言的。为什么现在家不想家，国不想国？因为现代人忘记了祖先，忘记了父母，忘记了师长。我们说宗教团结是人类幸福的根基，而宗教教育又是宗教团结的根基。宗教回归教育必须依据经典，所以经典宗教的经典都提倡孝养父母，尊敬师长，这是根本中的根本，是世间乱象化解的下手处。我们要发大愿的，首先我们愿意集成世界各种族各宗教的优秀传统，继往开来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集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一个真正有大心大愿的人要向这个目标去做，不但我要救我的家人，我要培养好好培养下一代，我们还要救社会，我们还要救国家，我们还要救全世界苦难众生。